观众大家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进行路测了哈，这 MT09SP 安装的是 Racing 的电脑哈 ，Rabbitbike 的 Racing 电脑跟竞车场快牌 ，OK， 那我们就最主要是要帮客户调整这个踏板的力道跟时间。刚刚操作哈，连推到一档啊，很过瘾哦。你看呢，我们这个使用退档快牌的好处呢，就是你不用很快的要去，就是不需要去拉，很快的去拉离合去做退档啊。尤其是到了最后，你已经不用再去退档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有进退档快牌的便利性呢，而且这真的会增加你的安全性啊，在操控的部分。
这个还可以，这部车的快排我自己本身有装过啊。那 SP 的原厂的刹车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刹起来还挺有信心的。啊，这个有装一个双油毒切换器，我来试试看看。那我相信现在加装了这个 Racing Bike 人形版的电脑之后呢，它现在的这个回油挡刹已经是非常轻松了，现在这个是二档。刚刚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二档回油回来滑行了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啊，但是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哦。如果您没有使用这个引擎刹车控制系统的话，那你这种一档也好，二档也好，三档也好，这种回游回去的挡刹会非常的大，你的滑行距离会非常的短，然后呢，你的维持着高转速的震动会很不舒服啊。但是这个引擎刹车系统呢，就是这么神奇啊，它就是可以减少你这种挡刹的不舒服的感觉，这是高级车款才会有的配备哦啊，所以。MP09 本身并没有这个设计哈，我们都很鼓励你来安装哈。所以进退两快排加上 ED 系统，加上风油的调整系统，就是你 MP09 最好的升级方案。相信等一下这个挡刹减少调节之后的这个效果啊，我们的客户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爱啊，迫不及待要让他来体感啊。那我们减少了多少挡刹呢？我只能在这边透露一下，就说非常大，挡刹减少的非常多，把它减掉，所以呢就是回回去很舒服了啊。所以我们享受加速的快感的时候，因为重机嘛本身的马力都很大哈，加速性也很快，可是呢你一路上面也不可能是都是一直在加油吧，也是常常在回油哈。但是如果你回油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带来你的副作用哈，就是挡刹。
事呢就到这边哈。那因为它这个秒数呢有点小小的过短啊，快排换挡的秒数有点过短，所以我们要再帮它加个2毫秒左右。那这台车的这个换挡的部分呢，它的顿挫感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小，非常非常的完美了哈。好，那今天就测试到这边喽，拜拜。